老朋友相见，共商未来的合作发展。首先，我还要再一次的代表深圳市对出席本次推介会的各位瑞士以及其他国家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朋友们表示欢迎，也对长期以来对于我们推动深圳和瑞士交流合作的朋友们表示感谢。瑞士是欧洲。